太精彩了，太精彩了。我来向大家介绍一下哈，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是梅派传人，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胡文阁。胡先生你好。大家好。怎么是男生儿？我想梅兰芳大师的梅派艺术，代表我们中国的艺术。那么我想呢，我们在座的华夏儿女每个人都应该欣赏我们的国粹艺术。今天我相信我们在座的各位真是大饱耳福哈，此前我们听到的京剧啊都是很传统的，而今天我们听到了京剧和交响乐队的合作，我不知道演出之后您的感受怎么样。我也非常的高兴，这一次呢应我们刘国超总导演的邀请，参加我们一年一届的新春音乐会。这一次呢特意呢把我们的国粹安排在这样的一个非常大气，非常怎么说呢，包罗万象的观众，而且是西洋乐，是西方的和东方的融合在一起。那么作为我来说呢，我最想做到的就是把古老的京剧跟西洋的这种伴奏合作起来，那个声音呢非常的震撼，而且在座的很多不喜欢不懂京剧的观众能够通过这样的一个平台能够更加喜欢我们的京剧艺术。谢谢。好，我们接下来给胡先生留一点换装的时间，我们继续待会儿请他来上来给我们带来一段精彩的演出哈。亲爱的朋友们，我们的祖国是多民族的国家，而我们的民族文化是博大精深，在民族音乐的海洋里，戏曲音乐是不可缺少的。而中国的戏曲早在几十年前就已经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当年京剧大师梅兰芳被西方人认为是世界三大表演艺术体系之一的代表人物。我们接下来继续为大家请出京剧表演艺术家胡文阁，为您带来选段《梨花颂》，掌声有请。